一直有人让我推荐一些吉他教材，这个问题还真的有点难。现在的后浪们可选的吉他教材多到几辈子都弹不完，而且还有很多的吉他老师可选，和我当年学琴那会儿情况太不一样了。20多年前，弹电吉他那可是很孤独的，很多我的前辈们用的是这套从日本流入的小林克己的复印教材。国内最早的那批电吉他学习者，几乎练的都是这套教材。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容易买到正版的中译版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。我也买了很多年，但一直没机会、没空去练，所以也说不上啥来。不过现在可以选择的教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而我刚开始学琴那会儿，大概97年，可选的不多，而且呢也是鱼龙混杂。大概呢，画风是这样的。当然，这本其实是曲谱为主，这里只是拿来举例一下。我在新华书店买过一本国产的电吉他教材，可惜已经遗失，但画风相近。你们看啊，当年这些书都还是用活字印刷术来印的，仔细观察会看到上面的文字呢，有点高低不平，尤其是英文，错别字那就是惨不忍睹了。Japan Roland Bass 什么鬼？还有这些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。Marshall 专用于重摇滚音乐什么鬼？这是芬达吗？这指的是 Steve Y 吗？这又是什么鬼？不过有一说一啊，谱子倒是扒得很细。你们看哈、啊，这首枪花的《我的宝贝》扒得可细了，不但和弦进行一一标注，连怪异的节奏都被精确写出。哎，不过看到了吗？谱子上面有些日文啊，这回破案了吧？也就是说，这其实是日本人写的谱子，被我们引进了，但总比没有好。当年这样的国外乐谱资料真的是太稀缺了，而且呢，在教材上还时不时看到这样的奇葩言论，不要觉得可笑，其实很多琴行老师也是这么跟学生说的。后来在90年代中后期，有一个人出现了，他就是刘传恩。他大学本科毕业，是极负盛名的吉他演奏家和教育家，成就也很多。不管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啊，但当时他出的书几乎是垄断了吉他教材市场，代表作《吉他自学三月通》，当年各大新华书店均有销售，人手一本。他出的电吉他教材，我是一本都没落下。其实这些书大部分都是他从国外引进到国内，并翻译成中文的，这也让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丰富的电吉他中文资料教程。这些在当年那可真的是宝藏了。然后大约是2005年以后，越来越多人加入到电吉他教材的编写或编译中来。我反正一去书店，只要一看到是新出的电吉他教材，都会买下来。这种拥有一大堆教材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，买了也就约等于学过了，练完那是迟早的事，不急不急。真实的结果是，绝大部分教材只练了几页，有的甚至连包装纸都没拆开过。别笑我，你们也好不到哪去，你们买的网课你们都练了吗？买了也不练，但还要再买买买，渣男。不过至少我曾经专一过，把这本重金属有声教程从头到尾都练过。这是一本美国90年代出的摇滚吉他教材，刘传购买了版权，引进到国内，并翻译成了中文。这本教材最大的特点是简单，排版很有水页版的嫌疑，字体也很大。当年这本书售价是58元，可以说是相当坑爹了。按照通货膨胀的速度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00块以上了吧。不过这样的水页数的教材有个好处，就是能让学习者更容易获得成就感，经常有种我练了好多页啊，我进步好大好厉害的错觉。这样好吗？我觉得很好，尤其是对于初学者。保姆级的讲解，内容涉及了摇滚电吉他所需的所有基础技巧，不过乐理和音阶是没讲多少的，毕竟也没有任何一本教材是完美的，教学本身就是一门不完美的艺术。大家看，这是倒数第二首练习曲，大家还有印象吗？这首去年我还翻弹过，当时反响出乎意料的好。
很多人都来找我的伴奏和曲谱，这也是我的布鲁斯启蒙曲。这首曲子的 BPM 为120，虽然音符比较密集，但花一些时间进去还是能驾驭的。真是恐怖的是最后一首练习曲 BPM 一下子提升到了150，音符密集，多种技巧应接不暇，与前面那些友好的练习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当年能弹下这首曲子的都算是当地最厉害的吉他手。练下这首曲子我用了20年，具体看下期节目吧。好了，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回到如何选吉他教材的问题。首先，我是不会倚老卖老，无脑推荐我当年用过的那些教材，因为现在可选的太多了。书籍相对来说是一个资金投入很低的东西，不如就把网上口碑好的教材都买了，然后听听里面的配套音频，然后选一个适合自己的，觉得自己愿意从头到尾去练的教材。把该掌握的技巧都掌握了之后，再有选择的去用其他教材补充即可。有的朋友问我教不教琴，我是绝对不敢误人子弟的，因为我的学琴过程完全就是一个先犯错然后再纠正的血泪史啊，路子太远，不适合模仿，死磕20多年才成现在这样。现在大家拥有的条件好太多了，还能找老师来因材施教科学学习，我20多年的技术还不如那些科学学习过1-2年将潜能发挥到极致的小朋友了。当年我练完了那本重金属自学教程之后，就过早的开始了放飞自我，几乎就没再钻研其他教材了，而是疯狂的以兴趣为导向，只弹自己喜欢的曲子。然后10年后发现自己喜欢的曲子很多都没有谱，就开始自己扒带，不会写谱就自己一遍遍的跟着弹，找音找感觉，练下来后录音，然后放到随身听里反复听，检查自己弹的怎么样。再后来就开始录起了视频，以做设备测评之名在网上发出这些演奏视频。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爱好者，这是我保持弹吉他热情的方式，可能不宜模仿，但如果能给大家一点启发就很好了。感谢大家能看到这儿，下期节目我将聚焦背景里这首我练了20年的古老的练习曲，敬请关注。